大家好，我是高手少。身为香港人，相信对杨紫荆 logo 的香港硬币不陌生的了，经常都见到，常见到爆。那不知大家对英女王头 logo 的香港硬币又熟不熟悉呢？不熟悉不紧要，今日来开箱下港英时期香港硬币这个经常被新移民不会是假银纸的香港法定货币。英女王硬币，我哋逐个睇，由最上睇到最落啦。呢、這个1986年一毫子，哇，都有段历史噶咯，唔怪得知有啲历史印记喺度啦。看埋呢个，1992年，呢一个2毫子嚟嘅。1977年，非常之耐。咁跟住呢个系5毫子，睇几多年？1977。1977，1980，全部啊都是有翻咁上下歷史。好啦，跟住呢個係1蚊。1987，1979，1979。我时话年份唔同咧，个 logo 都唔同噶、哦。呢个1987，呢个就话1979。嗱，个 logo 咧系有个好明显嘅分别喺度。咁跟住啦，呢、這、一个。2蚊雞嚟嘅，1990。嗱，2蚊英女王真系唔系讲笑，非常稀有。喺现今香港，好少会见到2蚊英女王噶啦。佢个市面流通量相当低，个稀有程度拍得住5蚊英女王。5蚊英女王嘅话咧，稀有至极啊！在市面直头见不到，咁所以呢1毫、2毫、5毫、1蚊、2蚊，唯独我系冇5蚊嘅。好啦，就系咁样，大家请好好珍惜呢啲货币。喺现今香港，唔系咁容易再有呢啲货币噶啦，好多已被回收，真系要好好珍惜呢啲殖民时期嘅嘢，好珍贵噶。尤其家阵英女王走埋，呢啲硬币嘅价值会再高啲。女王头已成历史，如果大家屋企有呢啲硬币，
真係要 keep 住買少見少㗎啦。By the way，RIP 英女王。